被动下肢伸展运动，目的为保持关节活动度，防止肌力急速衰退，由家属协助进行。运动部位从上而下，每个关节建议执行5到10次。开始进行下肢伸展运动，首先执行髋关节及膝关节运动，一手支撑膝窝，一手扶住脚底板，以髋关节为轴心向上弯曲，膝盖也跟着弯曲，屈曲至略有紧绷处再伸直放松。若在屈曲过程中发现有阻力，可停留20秒，切勿过度施加压力，避免受伤。接着执行踝关节伸展运动，一手置于踝关节上，另一手托住脚掌，保持正中，以踝关节为中心向脚背方向伸展，缓慢来回活动5次。首先执行髋关节及膝关节运动，一手支撑膝窝，一手扶住脚底板，以髋关节为轴心向上弯曲，膝盖也跟着弯曲，屈曲至略有紧绷处再伸直放松。若在屈曲过程中发现有阻力，可停留20秒，切勿过度施加压力，避免受伤。接着执行踝关节伸展运动，一手置于踝关节上，另一手托住脚掌，保持正中，以踝关节为中心向脚背方向伸展，缓慢来回活动5次。恭喜您完成被动下肢伸展运动。